你别挠你自己啊，一会痒痒啊。拿去哪里，弟弟？在这里踢球，弟弟。不能放嘴巴，弟弟。没踢进去。Jeffrey。啊，妈妈，我进来。Jeffrey， 去哪里？你说什么，弟弟？哎呀呀呀！哎，诺啊，捡起来给弟弟，捡回起来给弟弟。这不是蒲公英，弟弟。这也不是蒲公英。弟弟，耶！魔法棒，弟弟。呀！魔法棒，弟弟。去哪里的？在家。干嘛？你走路看前面啊，弟弟。跑了一圈干什么去呢，弟弟？又回来了。球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哥哥去拿了。你看，没掉啦，拿走了，哥哥。用力一点，从下面踢上来，对，从下面踢，对，进了，弟弟，进去了，哥哥踢进去了，弟弟。要吗？差一点，加油！这是什么，弟弟？魔法棒！魔法棒，魔法棒，变变变，变变变！出来了，罗宾。
对，听到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玩，他也出来喽。要不是去其他地方，在这里玩。我们每一条都穿雨鞋。是吗？对啊，雨鞋。嗯。没上去，那车在那边挡住了吗？你拿什么？小皮，我哇哇，弟弟。弟弟就喜欢那白色的。弟弟，弟弟手走开先。没上去。给他，给弟弟玩一个。嗯嗯，那个没错。那是玩。耶。轮流啊。弟弟，弟弟的手在那里。嗯，再按弟弟按，快点，太多了不行。嗯，乌鸦出去了。哈哈，弟弟也会，你看，弟弟看你，弟弟也会。哟、哦。嗯？怎么了，弟弟？嗯？这个。抓紧紧啊，弟弟，晃那么大，你也会骑。别磕到弟弟。嗯，对。爸爸。啊。人家只有这个，这里就不会磕到这里。是。黑色的。有帽子。帽子的对。下来吗？要玩什么吗？咕咕。嗯。哇。
个个站起来了。厉害厉害。